国民党籍的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宣布退出国民党。徐耀昌日前参加造势活动时才脱稿喊出下架国民党。国民党考纪会发函要求徐耀昌说明，刚收到函文，22号凌晨他就在脸书宣布退出国民党。他也在 po 文当中提到，收到这纸公文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仍然感到无比的痛心与惆怅。更提到国民党在密室政治当中迷失了方向，脱离民意，失去政权，必须要有人扮演乌鸦来唤醒最后一缕党魂。